共读写马子国福音。耶稣主使五千人吃饱之后，就催门徒上船，上到对岸伯特赛达去。迄阵时，伊将众人推掉，一人上山顶祈祷。到个暝时，船已经到海东，耶稣到陆地上，推着门徒艰苦个爬船，因为遇到大风雨。大概四更时候，耶稣行到海面，往他们个行去。门徒推着伊行到海上，以为是个妖怪，就惊，因为正人推着伊，惊慌不已。耶稣慢慢甲伊人答话，向他们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莫惊。”就照了伊人个准，风就停了。他们心中如今惊奇，因为话唔明白，光恶正变个事，他们个心是正盲个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的。所以今日个福音，当耶稣主饲了一五千人了，就将伊人叫山啊，但另等去。门徒啊，叫人坐船，另随去。伊家己一人呢，就上这个山顶祈祷。耶稣主倒不是就是这些个，伊到生活中，伊爱静静家己一人祈祷，因为伊爱找天主声呼个声音，爱甲天主打经济化事个物件，一撮人一撮事。因为伊需要天主个力量，天主个旨意。了祈祷后，已经是发晚了，也组织家己到这个陆地，门徒个船已经出海了。了伊狠狠一推他，这种大风雨了，门徒人到白船真艰苦，伊就向他们走过。但是耶稣经过个时候，门徒未认着伊，因为大风雨啊，这个你看袂清楚。了，帮一个影就先，伊人就哎呀，妖怪啊，心内真惊。耶稣就开声个人答：“是我，你唔爱惊啊。”了，伊人迎接耶稣主，去伊人个船顶，耶稣主坐落，只风也停了。这个船个大风雨。写马子国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啊，是比如教会甲因两个环境，迄种是初期个教会个大风雨是理解，就是受着迫害，尤其是罗马个迫害，所以人迄种个生活真艰苦。所以写马子国爱用这段写，惊甲这块门徒呾另外惊，因为耶稣主无离开人，耶稣主甲人同道。咱家己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所以咱在咱家己生活也，人也是有甲咱家己个艰苦，有咱个黑暗，有时咱也感觉到真惊，了惊这个声惊，就提醒人耶稣甲咱同道，有耶稣主甲咱做母，咱就有力量啊，咱就变胜过咱生活当一撮困难，所以咱袂惊，咱应该安定。咱有平安，因为主甲咱同在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